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伦莎什么艺术中心的 Alan。那我今天要介绍一台音响给大家，这个是 Roland 的 BA330。那我现在要用这个放 iPad，还有跟萨克斯风这样子演奏一段给大家听，看看它的声音。我觉得它的低音是真的是很扎实，然后不论你在街头艺人或是在任何的表演演出都非常携带方便。这段音乐它的贝斯其实非常的清楚，然后萨克斯风和音乐搭起来，整个感觉都非常的舒服。好，推荐大家这台 Roland 的 BA330，很适合街头艺人或是表演者的使用。谢谢。